三六的就四幺四啊，大王没下来你四幺四啊，你会玩不你啊？哎呀，哥哥，老吵吵什么玩意儿？一打扑克就吵吵，一打扑克就吵吵吵吵吵吵，他能不能在一起快乐的玩耍了？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！哎呀，我说谁猪呢？说谁猪呢？说谁猪呢？啊，我是猪啊，那个。我这不合计给对手这个气势上的压倒吗？是不是？你四幺四吗？气势上压倒对手。对呀、啊，我看从体重上你能压死对手。什么？不，我发现你说话咋这驴呢？本来我就驴嘛。再多说废话的话，我一撅子撂死你。我去，好不好？我还一屁股坐死你呢！往这儿来，来，知道不？往这儿来。仨全都烂炖了吗？你看看人家猪多乖多好啊，就知道搁这睡呀、啊、好好的养膘啊，肥肥的呀、啊、你小鸡子给我过来呀、啊、我说的最近这100多只老母鸡怎么都不下蛋了呢？整了半天你跟这帮货混到一块儿去了，不务正业是不是？你还不乐意是咋着啊？赶紧的跟着我干啥干啥去，快点啊。啊，哥哥，我的妈，可算是走了，吓死我了，驴哥呀！叫我大号 LV 路易威登，登哥，本来更好，这一天天的可都闹挺死了。早上4-5点就开始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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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的叫唤，想睡个早觉吧，都睡不消的。不是，那你说他要不回来，就咱仨人，你就玩。玩斗地主啊？对呀、啊，谁跟你玩啊？谁跟你玩啊？啊，别提了，跟他玩斗地主就可自己伙的打呀。谁跟你一伙谁倒霉，你知道吗？我发现你这人跟我俩是不是有仇？我跟你有什么仇？别闹了，主人又来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。哎呀，怎么话说的哈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啊？你说我这远道来几个朋友，今晚还免不了得一顿大酒啊，整点什么好菜呢？哎呀哥，整了半天这打扑克还有你一个呢，今晚就你了，来吧特色呀，走着。我了，我还以为你把我领走了呢。放心，老妹儿，你非常安全。我跟你说，主人还想搁你身上薅羊毛呢，你知道吗？是啊。不过呢，啥钱薅的像葛优似的，你就得加小心了啊。哎，哥呀，哎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哎，这回就剩咱俩了。就剩咱俩。咱俩玩儿救老头。扇嘴巴子呀！
就咱俩这个拳型，嗯，我永远是石头，你是剪子，我能扇蒙你，你信不信？那你要这么说，你要跟那鸡玩，你也得蒙啊。小声点，一会儿主人来了，把你俩也都带走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得先走了。你别紧张，妹子，别紧张啊。满院就你最安全，知道吧？主人动我怎么办？你看家护院，你是人类的好朋友，没问题呀。对，你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成天这当面一套，背后一套的。哎，满院子里边就你最安全了。哎，现在院里边我不安全了。为啥呢？有个中国名小吃，知道不？嗯。驴肉火烧吗？对。哦，哎呀，你太能吃了，一个菜没够完。我，你们几个别猫着了，赶紧都给我走吧。你搁这看家护院呢，你们俩快点啊，还等着吃呢。马上就要变成驴肉火烧了，我马上就要变成串儿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看见没？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尽心尽职，不能偷奸取巧。谢谢大家。